这个是有一个，这个是骑自行车可以上山。哦，这还有滑雪的，冬天的时候滑雪滑下来，你看它有个大气垫在这个，防止人家掉下来。因为你一定扶好，不能掉下去啊、哦！这个很高，你看，一定要抓结实啊！抓结实。对，要抓结实。我们要坐缆车上去，坐缆车上去，坐缆车玩。然后他们坐缆车之后，可以骑山骑自行车，然后这样从山上冲下来。然后这些人是，他们是玩那个，看他们是滑那个，他们是滑雪的，就是那滑雪的那个滑板。你看，这个是从这个滑下来冲下去。因为你看他们这滑板。坐上滑板，然后从那个上面嗖，然后这样冲下来。没关系，你就抓结实就行，往后靠一点。对，我看一下，有怕吗？看看玩吧，约耶。这个山上的风景很好呀，空气很好啊。不过这个确实，如果没有大人陪着，这个还挺危险啊。我哟，这个是有点高哎啊，看下面多高啊，一定要。踩这个踩不住，然后但是你手要扶结实，手要扶住。嗯，今天的缆车的人不多，上缆车的人不多呢。嗯，这个他们这个地方挺好，就是冬天上了缆车可以滑雪下来，夏天呢上了缆车骑自行车下来。但有些人是直接是骑自行车骑上去，这缆车上面只有一根绳哎。一根铁绳，一根铁索绳，所以一个里面，一个这个车里面只能坐一个人，只能坐一个大人和一个小孩，因为太重的话估计也撑不住。如果是非常非常重的人坐在这上面也是很危险的哦。如果他紧不离，你看他这只有一根线，你看一根线是有点那个，你看今天人少，你看都没有人坐着，都空着。其实我们从这走山上也能走上去啊，从这个走上去啊，走上去也挺好的。哎呀，这要走多久啊？这个，琪琪，你看我们在你们后面，我看你看不到我，你过来，你转头看我，你要抓结实，手抓结实啊，王俊。让月月抓结实啊！哎呀，这个开的，哟，你觉得怎么样？有啥？有点害怕。哎呀，妈抱抱你。把他得抓结实，自己抓结实，是要抓结实。嗯，是的，你看，我的天哪，这个这么慢，这不过就是这玩呗。那你看这个山上的空气好呀。呼吸，然后就不能抓妈妈，抓妈妈妈妈抓不结实的，你要抓住这个绳，抓住这个才是结实。那我这个破呢？它这个围的不安全，其实像这种要扁上都给围上去才好。如果很小的宝宝，这个掉下去，真的漏下去，蹦下去漏下去，这个那这漏下去是危险的，所以在上面是有点危险的哈。所以一定要那个抓住，你看又厉害，抓死死的抓住，抓结实，这挺好的。全是林子，全是森林。你看我们前后左右都没有人，今天人那么少，这不过现在才早上九点多，没多少人。看下面，好多人都是骑自行车上山的。他骑自行车那个山路不知道怎么上去。看他这个到山上有什么好玩的。山上是不是很平坦的一个地方，是吧？这是纽汉姆雪，美国纽汉姆雪的一个州，离我们家大概两个多小时开过来，一个度假村，边上连卖东西的都没有，那个森林子里一个小房子，不知道干啥的，那个房子，对。不能太快啊，太快了你不害怕吗？太快了那些更害怕呢。慢慢的是欣赏这边上的风景，这周边基本上都是度假屋，没有什么超市。哎，第一次来这边，它这个离我们这个其实很近的，离我们家很近的。哇、哦、这个林子里面有一个水库，所以有人在那里面钓鱼好像。那个里面这小林子可以走出去哦。
这要如果上来冬天可能比较热闹，冬天人都上来从这上去之后上山上滑雪嘛，对吧？冬天这个地方都积的全是雪，山上积雪啊。如果没有积雪，你看全是石头，这样甩一下子也不得了。所以有些人滑雪的时候，棒一下子为什么很硬？上面堆厚厚的一层雪的时候，这石头都给覆盖住了，所以摔倒的时候摔在雪地里，所以就不会痛。但是还是有点危险，如果你不会滑雪的话，还是有点危险的。它这一个有点像原始森林啊，你看，看这边上，树林，这都天然形成的。树林间，它这树林都是自己长出来的，植被茂密啊。我们小时候，姐姐小时候，我们去那个，去海南的时候，那海南的就是去那个森林，原始森林，然后去那个地方，他们也是这种林子，走一天，里面全是林子，然后那旅导游说。啊，你看这个林子里面阳气非常充足，然后这个美国的人啊都来到这个海南啊灌着阳气。我现在这导游真的胡说八道，那美国的植被覆了，你看这美国的这个植物多多，这个到处都是森林，还需要去外面取阳气吗？所以这个当时那时候我小也不得。不太理解哈，小时候去外面旅游，那个导游说，他说美国人都是到这个海南这个林子里面啊来取氧气，这氧气非常充足，说这林子，你看这到处都是林子，还是他们就是真讲话真搞笑啊，这片林子那么多，你说到处都是林子，哦我的天哪，后面好漂亮，看那后面多漂亮。哇，要抓结实，快！对，你要抓结实，你不用往前后面看，你往前看。等我们回来的时候可以看到那个山上，回来的时候那个山上也是可以滑的，好像那个山好高啊，那个山，看那个山，我、哦、天哪，这个是 ，Oh my God， 怎么停住了？哈，姐姐。这个上，他为什么要在这停一下？王娟，哦，再停一下，吓死我了！我们终于快上到山上来了，看，我们快搭到山上了，哪一个是终点站？我的个天哪！那一刻，你看那，感觉这个越来越与天空接近了，伸手就可以抓到云彩了，你看，天空。伸手可以抓到云彩的感觉，我的天哪，可真可真的，这铁链子可崩可崩，真吓人。这铁锁链，你看这个链子很粗的一个链子，但如果长时间生锈的话也很危险啊，对吧？所以一定要检修，经常。只一根线，一根线绳啊，如果人都在上面那是吓人啊。看这个地方越来越高了，这个山离这个山顶啊，有人在这，这个不害怕，这个掉下来也不用担心，因为底下都是草，会有草接住的，但是也很危险，那种有跌有石头，还要抓结实，要抓结实，不怕啊，你抓得很结实的，你看，行，妈抱着，不怕啊，你看下面有人在这玩呢，你。哇，嗖一下子的，妈妈前面会弄很高很高 ，Oh my gosh， 上面更高了，你看，怕，不怕，妈给你抓，妈扶着你，不怕，哦，你看他这个是怎么玩的，这个，他们这个怎么玩的？这人在这玩，他们是走过来的啊，他们是走过来的吗？超级害怕。你往这边来一点，靠近妈妈一点，然后再抓结实，就不用担心了。是啊，妈抱得结实很。
那上面越来越高了。老外还在上面呢。月月开心不开心啊？月月，刚才忘了让月坐在中间了。月坐在中间可以看到我们，对吧？月月在前面，前开心吗？哦，那边还有人，那边人走过走上来的，你看还有人走上来呢，不坐缆车走上来也挺好啊。哇、哦，这一家人，这一家人上来了，看这一家。这个上去。你不要乱讲话，琪琪。一讲的话，宝宝就有点怕了。啊、哦，不怕。哎，哟，你看那个兔子没有？看那只兔子吗？兔子往山上跑，你看到吗？我们等会上去之后去抓那只兔子吧。吃兔子肉。吃兔子。兔子那么可爱，你吃兔子肉，我们抓住它给养着，好吧？我们不养它。那个兔子养的，他们更喜欢这大森林的，他不愿意去家里面养，对吧？这个不过越来越靠近山了，你看这个越来越靠近山，这整个这个森林真的有点原始森林的感觉啊。在美国这边最早的时候是一个岛屿啊，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时候，那时候也不是没有人知道这个地方一个岛。周边一圈全是海，就是周边全是森林，谁也没想到这有人，有印第安人住。印第安人说不定就是从亚洲走过来的，对吧？哎呀，这也没有想，其实这也没有你说的那么恐怖，也上来了。你看，我都没在这个聊着天都没感觉到上来，你看，对不对？哇！好漂亮，太美了，太美了，耶、yeah, ！到达山顶喽！看、哎，我们到达山顶了，你看，看到了没？看，前面就是终点站了。耶、yeah, ！我们到达山顶喽，我们终于结束了。我们到达山顶了，你看。哦，停下来了，你看，停下来了，你看。看，到达山顶了，耶、yeah.。